看，这是我的。这个鸡啊，是哪个的？这是，这是碗是吧？啊，等会儿，哎呦，完了，是了，是完了，又碗，碎碎了。我勒，这个跟旁边你的旁边的，你说那啥都碎了。我勒，你想给你逮一脚，给你逮一脚的哈。我勒，这都使来劲儿的，又碗又使来劲儿的，使劲儿。给他，我把那个门，我说你看，这不这么多门，你拿吧。好，还有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俺的，这厨房那个地儿。你那回很想给我视频，我一看丢失，你这哪个地方？我说，然后你说叫我烧块地，我说来这看看来。看看了。嗯，你看，这屋里也挺好。这是俺老好的屋。嗯，不要的屋是吧？嗯。也是三室的，这都是三室的，是吧？嗯。这屋里整的也挺好。这也是都是现在都是这订购的，我们这，这还有小地砖，那是这大的酒窝，这大那个酒窝，酒窝其实我还是可养着呢。我这手电筒你装什么你也能装那个。哦，慢慢的弄呀，你这木房你这房装的吧？行，那就是不赖。到时候叫你姐夫你知道知道。哦，就是真的像相当的去经验。这是厨房，厨房弄的也挺好。真羡慕你啊！哎，你想我啥都会，你过了年以后你也得高兴。你看我在家，你看那是你婆婆把这指导的，还那弄的挺好，还是。哦，你给操心，你给弄，我们家都是你弄的。啊，给俩整个事，那你家人给你操心。这是个卫生间。这是啊，外面那个卫生间。这是干净。啊，这仨屋都够住哎。这。正常看见一家好呗，好，哈哈，俺这病待得住热的，是吧？这也挺好，都不需要是不是？都不需要。要不你看黑门的，那有学历证。嗯，一家先做一个。嗯，连你那个小弟那个也能上，一家做一个。嗯。哈哈。啊，看这沙发挺好，现在这不行了，不用弄套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沙发都直接敲篮子的，不用弄。沙发也挺好啊。嗯。慢慢的，看见这标准了呗。这个阳台也挺宽，是不是？哦，都挺好。我其实是大绵羊啊。大绵羊呗。啊，那回是来时哈，还是那装修搬了啊。哦，这都他们弄的呢。这你看也弄的也挺好。贴这个，这是贴那个板是吧？哦，还有那不是贴的那个布是吧？还有那布，我没贴，我看不上那个布。这样显亮是吧？嗯。这样亮。嗯。这个是主卧。哦。对，那是主卧。洗手也挺开放。是吧？嗯。真好。好还好，可好？我这标准内啊，已经按我这标准内。这就差接空调了。是啊，地里都弄好了。嗯，空调完了，冬天里也不用了，也不着急买，是吧？嗯，不着急，过个年以后再说。嗯，这也能得快了，你这也弄好了。哦，现在冬天就在这住，要不我回来干啥的？要不我也不回来的。不是，这回来给家们，冬天家们回来。嗯，这装修我看这都挺好，这得质量还不高。是，都是你谁装修也得花个10-20万。你差不多了都。你是给你装修一步，你给人家一步钱儿，哦，就是那个样。你装修这了，给人家钱儿，这，就自己，你钱不够了，往后了都先另买的，那都是那个样。哦。你看俺这装修记录里。对。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才住，这都已经半年多了，7-8个月了，有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。7-8个月。我婆婆我这可累。嗯。他说：“你的过百年都得装，这个你放心的，是恁那还挺高大上。”哎，简单就弄下去了。那我看你说那个也挺好。哎呀，又是比俺家装好的多嘞。